大家好，很多小伙伴说不会写顿笔，其实这一个顿笔它是一个小三角，我们看由轻到重，由轻到重，这个小三角你要是想把它写出来，你必须会凌空入笔，它由高到低往右下，这样由高到低往右下，用力是由轻到重的。如果是这种短的，这种由轻到重你写不出来的话，你可以先练一下这种长的，你看由轻到重，这样由轻到重，这样长的你写多了你能写好之后，你把它逐渐缩短缩短缩短，好，这个小三角就写出来了。任何笔画前面需要顿笔的笔画，你动完之后它都要稍重一点心笔。来，我们看比如说这个长横，由轻到重，你这样动完之后稍停，然后由重到轻往右上，然后再到重，然后收笔的时候动完之后出小坡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竖画，由轻到重，动完这个小三角之后啊，它也是重的，改变方向，重，然后到轻，再到重，然后出小坡。撇画也是顿重到轻。您学会了吗？关注我学习更多写字方法。